觉得我们可以，就是说，可能改天约出去，稍微共组家庭。约出去是牵手。被怀疑者邱慧文小姐。是哦。来，立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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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现在后面这个人，他深深的怀疑跟你之间有事。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。里面这位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还变身了。哎呀，变身是唐老鸭先生吗？对，是哦。对，他有变身。我变身了。你对他怀疑什么？因为每次在来录影的时候，他都会坐在那个休息室的最外面，就是他在等我跟他聊天这样。他是坐在一个最外面的位置。然后就痴痴的望着门外，有点那种望春风的感觉。哎呦，谁望春风？宪哥，他这个是多虑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因为外面等待区永远都是人满为患。你例如录第一场的、第二场、第三场都坐在那边，都还坐在那边。对对对，他真的是想多了。他永远都是坐在最靠门口的那个位置，跟你所以我们经过就会跟他聊天这样。哦，所以你怀疑他是有爱慕你？对。但其实，在你讲话的过程，我讲一个让你开心的事。我发现他对你可能有 good eye。对，因为到七十哦，喜欢的哦，还没有出来，他就已经飘到七八十的位置，蛮有好感的。good eye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。good eye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，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，是好心的要猜。哎呦，太有感觉了，蛮好听的。再次感谢慧文接受我们的测试，请回宝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都还没有出来。不是，因为我唱歌的时候他已经到九十几了，你应该不用出来了。临别第一次访问到唐老鸭了，对。我被淘汰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所以你确定他爱的是你？我是怀疑啦，我也不敢那么百分之百确定。到八十，所以等一下要借由这台机器来确认。把今天这个事情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表白，确认之后你就直接进攻了。好，那咱们就直接看他表演，是哦，好吧，一起来看看他的表演。来，这位神秘人物与邱慧文之间到底有没有机会发展成恋人呢？我今天要带来一项才艺，来虏获邱慧文的心。来，哇塞！什么时候的事我都不知道。只怕我自己会伤你，不敢让自己靠近。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发功，我发功还可以变出一副麻将。现场，我再来发功。See ya。哎呦！好酷哦，然后没有笑容哎，哇塞，哇！哎呦，哎，真的很好听哦，也真心甜，陈汉典，陈汉典，哦。哎呦！哇塞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要沾标了，沾标了，沾标了！慧文喜欢。哇，认真的男人最帅了。好帅啊，汉典！耶！点点点点点点。哇哇哇！哦哦哎，是是是。哇哇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哇塞，没有在开玩笑的，哇塞哇塞，陈汉典，哇塞，汉典太屌了，哇哇，他快忘记舞步了，哇耶耶耶耶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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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不要脸，但是状况来了，状况来了，来了，回来了，你干什么？点点回来嘛，点点乖，谢谢两位帅哥 dancer， 谢谢，好，来，为什么？好妙哦，邱永麟心理师跟我们讲一下，你们自家妹妹刚刚他的 meditation 有多少？愉悦度。对，虽然慧文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，好像很愉快，可是这是因为他人好。对，他的老婆的愉悦度最高只有到77。哦哟，他不喜欢你。讲话的时候还比较高，看他快往生了，对不对？你嘴唇好白哦，累得跟狗一样，对不对？只得到77%，会不会是？慧文，刚你看这一段，你心情是如何？我真的觉得非常精彩，而且我觉得会跳舞的男生真的很加分。那为什么你的心里？不是这样，没有，我觉得很少看到他认真的样子，然后突然认真起来，我觉得太认真，你也吓一跳，因为有点吓一跳，认真点，我就跟你讲，我刚刚在休息室跟他调教好久，他跳舞就自己太 enjoy， 那种自己太 enjoy 就会变成唱自己爽，来，你来点，对，来，你要看着他跳，我们都往旁边撤一下，对对，好吧，你有什么话特别想说？还是就是说放在你心里面是一段的时日了，对对对，我们在那里拱成这个样子，拱老半天，当事人如果没有 feel， 那我们也就是白拱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位今天把话就说清楚，我们多说也没有太大意义，讨厌到了70，好吧？对，我也没想到说一支舞这样真心跳下来脸会苍白成这个样子，没有存在，你没运动了。我为什么讲这些话？我是帮你顶时间呐，对，再让你缓过来啊。对对对，来，好，你讲，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就是说，可能改天约出去，稍微共组家庭。太快了，没有这么快，我才刚说要稍微慢慢来，什么又共组家庭？好，慧文，爸爸妈妈知道他吗？爸爸妈妈有问过。对，然后邻居也 都知道，都有问。而且他跟我讲过，他爸爸说：“哎呦，啊，这个人怎么每一集都在？”对对对，因为我是主持人。然后，对，爸爸妈妈怎么说？妈妈还喜欢吗？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哦。我妈妈还蛮欣赏他的，对，她觉得他蛮多才多艺的。那爸爸呢？爸爸的意见很重要。爸爸就是那将来带你走红毯的那个人呢、啊？对，我知道，但爸爸就是因为他对我很好，所以对于男生他会比较严格，一律有敌意，一定的，对，会觉得你要多看看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他觉得圈内人就是要想一下，多了解，多认识这样。那其实我也可以跟爸爸好好聊一聊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们可以一起约出去吃个饭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吗？认识一下。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这样比较会冷静。今天你的告白就这样吗？对，我们的好烂的节目，然后宪哥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边，红包两个人结婚，我是包60万，讲的就是话，对啊，30万，对啊。然后你居然连一句三个字的都没讲，对，你要表达你内心世界有没有哪三个字？还是四个字？都练成这样了，我小小的要求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尴尬了。两位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真心的互相拥抱一下，朋友的拥抱。Friendship。当然。你 OK 吗？我当然 OK。你需要我示范吗？啊，不用。这种我们会。这个 OK， 好吧，两位那就麻烦移动你的脸部。哇，陈安天。是，那再慢一点，让音乐酝酿一下。开始。千言万语，才你认真一点呐、啊！你认真一点，才点的搞笑、啊。他脸的脸开始有血色了。不要搞笑。都要去找那种未来，期待是千真万确。哇！我闻他身体。好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呀，这自己家人才会这么关心嘛。汗点也真的抱得很紧哎，对，他也是老实不客气的那种。找到机会一定是。好，刚刚那一段喜欢程度有到什么？没有比较高，最高只有到70。怎么会这样？宪哥，没关系，那你努力的，你抱一下，看会分数比较高一点。不，这对他太残忍。他不要看嘛，他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眼睛闭起来，你眼睛不要看，我们再告诉你答案。Good night。
好可怕、啊！前言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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